觉得你说大了。我觉得他不是，我觉得他应该做策划的。做策划。就实际上我有两个职业，你们可以先猜一个我的主业。我还有两个职业哦，我打一份工已经很累了，两份工。那就看吧。哇哦，好美啊，好美啊，好飒。我是蒋鹤婷，目前我是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的合伙人。律师，高级高级高级，真的是律师。我的职业领域呢，包括公司并购、基金和影视娱乐。那女生好优秀。我的工作主要还是以飞速的业务为主，也就是文本工作为主。那同时呢，我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客座讲师。律师这么忙的职业，你还能有第二职业，那有点厉害了。哇，厉害啊！哎，所以你猜对了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第一个就猜对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哇塞，好聪明啊，这个男孩。很准啊。